是很纠结。至少我觉得红色方还是给阿乐一个康特位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在第二轮的 ban list 上面 ，WE 往往会选择把什么？哎，佛爷哥先抢。佛爷哥啊 ，WE 在蓝色方也是抢佛爷哥，不抢奥拉夫。纯是自己这边搬掉。这个佛爷哥应该是悲伤用。对 ，WE 的佛爷哥一般是悲伤使用。但这样的话，厄斐琉斯其实没有垂直的情况下，不急着在第二手组一个辅助的情况下，要不要干脆就连奥拉夫一起呢？对。厄斐琉斯拿下来，然后打野奥拉夫，或者说打野不着急，因为你这边佛爷哥大概率是打野，大概率是打野，对，可以看一下会不会 RNG 抢一个其他线的英雄。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要是就是也你也遇到刀妹，佛爷哥叫奥拉夫，刀妹很不舒服。但如果你这样去拿的话，你可能会形成一个上野佛爷哥和奥拉夫这样的，就双 AD， 哎，双 AD。而且刀妹意思就是你别拿这个杰斯卡南了，沙皇复刻一下，对吧？如果你在中路的话，我们沙皇来打。感觉 LNG 的刀妹是也挺大，可能是阿乐玩的牌，但卡牌对线压力遇到刀妹比较大。这边还是拿了沙皇，要不要把 AD 拿了呢？下路的话，寒冰对，或者这时候也可以拿布隆这样的英雄啊，先把辅助拿了也行。感觉刀妹很像上单了，哦，这把有炸弹人，还有其实，哎，吉格斯可以，直接拿。这把是搬那个锤石，把炸弹人放出来。对。那这样的话，胡奇哥上路得选个战士，双 C 都是 AP 伤害 ，LNG 这手的话也是给哎王鼎拿一个他最擅长的女坦。基本上没什么问题，而且接下来这一轮就可以直接去把你这边的下路的辅助搬一搬。瑞尔啊，哦，哎，你刚才就刚说过瑞尔这个点啊，他瑞尔是上个 BO5 发挥很差的，但这把有自信，好吧，没问题。你看女坦是使用率最高的，玩了13场，上把他这瑞尔确实发挥有点一般，但可能跟刀妹的冲阵两个人的配合会稍微好那么一些。是，看一下第二轮。那既然这样的话，就把一些什么像女坦这样的英雄搬掉吧。啊，这边搬一下 ，W 是可以搬一下皎月，杰斯皎月搬了吧。杰斯搬的意思是，可能这个刀妹就是告诉你，我可能会走中，我走中了。对，因为你这边先出的话，感觉这 W 呼吸哥这边也不太好出上单了，而还得出个 AD 的，选择很少。哦，凯南也搬掉，就是把这种上路。可能比较好对线的英雄两边都在去针对，感觉上路可能还想硬碰硬。还有一点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格温这一把出不了了，出不了了，这也出不了。要不贾斯也办了。对，呼吸哥现在英雄越来越少了，就把你卡死在那么一两个选择上面。是的，前两局的主轴还是双方上路谁先占到巨大优势。哦，青钢影，抱歉，有青钢影，因为青钢影跟炸弹有一个 combo。对，就青钢影的大招加炸弹大招是几乎必命中的，几乎百分百。对。对，我刚才说那个贾克斯呢，贾克斯可以备选。这把两边上，因为两边上单玩贾克斯都还可以。对，格温自己办格温。是的，他们自己这边比较不了。对，反而是 RNG 这把是不太怕的。那这边辅助皎月，不是打野皎月，应该就是皎月了吧，感觉打野感觉得整个 AP 的。前面 W 奔过豹女，会不会也在考虑的范围内？要冲的话就一起冲，皎月、瑞亚、刀妹一起往进走。扎克，哎呦，这是他站的，要来蹲蹲了，扎克王，这是真的是他站的压箱底的，这也属于是。左边现在看一下辅助，色体，万豪应该是走辅，对，上好像很喜欢用色体打辅助。哎呦，上路感觉就只有贾克斯了呀，好像想了一圈没有其他好的战士。那这把就必出一个战士的上路，好像只有贾克斯了。主要这版也没有剑魔这样的战士，而且 LNG 那边上单还可以 counter 一手，油桶吗？就是有弹肉，有没有可能是上路色体会换？对，他们有摇摆空间的，很像是上路的色体啊。对的，就有可能是上路的色体。看 LNG 这边拿什么去打这个色体？
是吧？说实话，阿乐现在压力应该挺大的，是吧 ？LNG 反而是缺 AP， 刀妹取消了，中路走瑞兹，刀妹去，那刀妹打色体是不好打的。嗯，塞拉斯，那也是上路刀妹，中路塞拉斯了。因为阿乐的这个刀妹算也算是他玩的比较好的，嗯，是的，对。冷少的话，可能还是以这种中路的法师为主。呼吸哥这把，我觉得对线不错呀，这哎色体打刀妹。应该是全方位碾压的，而且我觉得这一场的话，下路这边推进的力道也很猛哦。前两局都不给放的炸弹人 ，W E 这边选到了 ，W E 下路双 A O E 推荐，选了个九头辅助，出一点没想到，因为感觉在最火的那几个就瑞亚版本啊，有人会用这个九头去打断这个瑞亚的这个技能，一下就放了，哎，可以释放一下了，是的。这把依然是 LNG 这个阵容是比较冲的一个阵容，但是塔赞的扎克是有说法的，哎，招牌，他那个扎克真的是神出鬼没的，效果非常的好，而在前期做事的能力上面也比左边强蛮多的，是，左边毕竟这边拿到的是一个佛爷哥嘛，嗯，双方现在一比一，看一下这场天王山之战谁能够先拿到赛点，还有30秒到达战场。又是帮上路来看一下，两边都是帮上路看一下，很着重。帮放了个眼，悲伤这里，嗯，回家换扫描。一开始这个眼还是最好是什么？需要换扫描打野这种过来帮忙放。嗯，如果你上单把这个眼放掉的话，其实后面你提心吊胆的。然后上单需要做自己的视野啊，他没法换扫描的。他的这个点的这个眼也很精髓，因为这个万豪一旦一击学艺的话，他卡那个草丛刀妹是吃不了线的，他经验都不好吃，所以必须要帮忙点一个眼。是的，万豪打刀妹真的算比较好打，阿乐我觉得选刀妹挺自信的，只能说就关键他这手是硬摇出来的。 对就我觉得他最后是逼得没办法了，就是那凯南这里过来先偷套伤害，哦，然后再补个视野，上路自己在这个三角草再放一个眼嘛，呼吸做好了全方位的防守，这波呼吸哥一级上来要干的，一级万豪可以说上单食物链的顶端了，是的，开干进草过来直接逼你走，对，害我直接打出来不让吃经验，对，就这样硬逼，但是还是要蹭到了，阿乐往前走，耶，拉两个再搂拳，左右勾拳，再搂一套，哇，这波好伤啊，直接半血以下就没有了，这波等于说打了六套拳，打了六拳加一个 E， 这一级的万豪确实太猛了，哎，扎克还是从上往下刷 的，感觉阿乐要度过很长一段难过的时期了，所以三角草这个视野就是防住了扎克来帮的可能性，对，而且这边的视野也能够看到扎克在这边，哎，刀妹是真难玩啊，打这个办法，而且中路也没有线权，是啊，沙皇还是能有线权推线的，他这个上中也前期挺吃力的， LG 这边扎克这边想中路过来帮忙缓解压力，哎，但其实是被看到的，之前 F6 那个眼位还是扫眼，哎，抓错了位置，哎，白骗了一个扫描，想到了但是时间够吗，哦，看到了，消失三个字W 拉上去，哎，跳到来有闪啊！这一波闪被逼的有点，这一波还能逼闪的，一拉两个，直接秒，接上控制，应该有了，呼拳 W 加闪，呼吸哥应该是换不掉的，是的，被动回血非常的快，哇，这把刀妹真的是很难玩，哎，又开始坐牢了呀！哦呦，变身刀妹，进一波线回来，刀妹对刀妹，这把阿乐又难玩了，说实话。对啊，我觉得就 W 最后两手 BP 很漂亮，对，让阿乐没办法。主要这个刀妹那么早选也有点没想到，说实话，对吧？但怎么说呢？你像有一些对，包括之前 W 打的一些 BO5 吧，啊，这你刀妹确实放回来，别人就能先拿，对吧？对，其实很多队伍都愿意先拿，只是在 LNG 这边可能上单的熟练度高过中单吧。是，闪现跳回来，艾奥克的闪现也被逼得出来。我有机会闪现过来 ，Light 交闪拿到这个头，拿到的话 ，LNG 的下路啊打出了线杀，这波挺关键的，直接把那个两个闪现给你交了，这波还不错。左边这里少个治疗或者净化这样的技能嘛，是。这里带的是 TP， 所以对 P 能力上肯定是差很多的。看上路这一波，第一视角，等小兵过来，一拉两个拉晕，
然后接上千载幽怨 W 闪现打到最高伤害，这波呼吸哥确实也是拉满了。而且刀妹刚才被越塔的时候应该是两级对吧？嗯，刀没注意等级，他那时候两级还是三级，反正应该有个 W 技能，他一级就学 W 了，一级 W。斧锤哥下了半区刷完了以后回一趟家，扎克来这里是有真的风口如视野的过去想准备上，刚好断了，动作其实蛮大的，在抖位晕到了，被跳脸，而且有双拳内闪 Q 能不能拉到拉回来了，但是有拳，有个红拳的盾消了，还是有了塞一个 Q。 哇，这波杀得很果断，主要第一个鼻双刃中了。嗯，是的，而且现在色体也没有 TP， 还挺伤的。那这样的话悲伤要来补线了。哦，但是阿乐在牛塔的时候吃了两下塔的伤害，对，他当时想的就是赶快把兵补完，我要回家了。是的，这波把阿乐救活了，阿乐现在的补刀以及他的一个发育完全跟上来了，是野辅完全往上路走了一波。两颗针眼，看一下刚才这波的精彩回放，主要还是这个针眼屏蔽的视野很关键，一直虚假的防守，而且比翼双刃他等了一下，只要能晕到就是有机会的。其实我觉得选这种法盒的下路真的初期不能着急的，只要等级起来了推线就可以了。是的，前期要苟住，对，前期苟住很重要。黑桑进来找给了一个针眼，那被秒反啊，中路艾康线权挺大的，这一瞬间是的，悲伤的发育倒是很好，一直在补线，他在上路吃了好多，他这些补刀的领先一大部分是来源于血。对，他干了一波吃了一波。哎，这里推到辉哥，Icon 的反应很快啊，偷来的沙皇大，是沙皇自己这边的大招反而是没有出，这满大没推出来。对，看一下上路这里徐红前打一波换血，两边换了个五五开，但是旁边这里六级的悲伤，这波他俩要走了。来，刀妹这边也到六，现在两边的上中也，中路沙皇回家也是再踢到线上，偷点伤害，直接出一个减治疗，下路又是一个凯斯科技闪躲到，这边自己有点危险，要被怼一套了，但是伤害应该是不足以击杀矮王帝的。对，因为你这种，哎，但是中单游下来了，艾康过来了，而且这波是没有 TP 能救的，你看这波怎么打，其中之一打，打板下得很好，走了，打到瑞安反而先死了，这艾康很危险，直接被换了两个人，来直接开一个红 Q， 一体密集到一个双杀，三月二直接被换掉三个人，这样的话中下炸了，这个炸弹人的 W 太关键了，对，把瑞安给炸走了，而且这个位置又被追了一下，现在优叶直接开大了，开大想走，但酒桶过来了，上金弹弓赶紧，这波越的有点太糙了点儿。吉格斯确实自己做的也好，他这个 W 技能又把你炸飞了，然后又把自己炸远离了正面战场，挺关键的。对，看一下吉波的精彩回放，放炸走，那确实看不见。而且酒桶还被酒桶挡掉了，对，一丝的伤害。对，然后这边其实被塔 A 了一下，再被一群小兵 A 一下就没了。哎，上路又是配合瑞尔再次击杀了这个呼吸哥，呼吸哥连续两波的阵亡，阿乐这把突然有声音了，从初期的坐牢，哎，下路过来想继续抓吉格斯，吉格斯这边闪现直接被交了出来，又是一个 W， 漂亮，这个熟练度非常够啊。当然也被逼了个闪现，悲伤在上路，阿乐又闪现一下，这没拦，悲伤有闪有儿的，这波感觉几乎是必死的。是的，看一下阿乐怎么跑，闪现晕住，天地流沙，艾王帝赶紧走啊，要不其实在杀掉人的推线上面，阿乐真的太贪了，两次了，真的两次了，两边上单都挺贪的，只能说。那这一波上路的阵亡，色体又活过来，那只能是兑换一下峡谷先锋和小王了。那这一波其实对于 W 来说是更赚一点的。拿了一个先锋，看一下刚刚的击杀回放，刀妹大招直接给色梯的强手猎炉是第一时间放出来，这波主要万豪没想到，哇，瑞亚在附近，然后被踩了一脚，这波其实也被躲了，一打一的话这个刀妹是完全打不了的。对，但是瑞亚在附近，这边拿下了第一条龙，不过与此同时的话悲伤也是拿了先锋，好，悲伤这把太飞了，72刀的一个发育，八级，你看他领先
他是单线英雄的等级啊。嗯，因为他吃了很多单线，他其实就是单线英雄。他刚单吃了这个刀妹的头，这把悲伤这个发育有点挡不住的。嗯，现在还带着一个先锋，然后现在这个瑞尔一直在游啊，赖德在下路还挺难受的。嗯，不过还好面对是这种酒桶加上吉格斯，主要其实下路刚才那一波损失太重了，现在没什么办法，就是往下路去发的。是，而且这边拿完先锋以后开始往上走，你针对我上路，那我也要对吧？你敬我，我也得敬你啊。是，稍微要至少反蹲一下的。对，因为台湾在这边连续两波的上路的 gank。还好这把对线也是比较的吃力啊，大沙皇这悲伤太肥了，十分钟直接裸了个神分出来，感觉在下面的这一波团战碰撞里面回哥的肥度会挺关键。是的，收割型英雄一旦领先起来，这个团战好大很多，他就可以先进场。对，如果你正常发育的话，其实你是不太能先进场的。哎 ，W 他这个阵容中上两路的线权还是比较稳的。对，这样的话线权直接让悲伤的野区的发育起飞啊。对，就悲伤一直在上路打上半区就可以了。机会。哎，这波悲伤绕过来，这个刀妹是没有视野看到的。这波阿乐很多要注意，鼻霜要拉到了。先晕了一下，但这么一来，鼻霜进 CD 也在 W 的理解中。但是兵线比较多嘛，胡奇哥也没 E 了，面送不进去。对，万豪没 E 的话也留不到刀妹了。是的。这有点悲伤，也不浪费时间了，直接回到自己的野区。嗯，现在主要是中上两路的线权太难受了，现在胡奇哥可以稍微卡一下线，嗯，演一下，就队友在附近。阿展这段时间在下路哦，也是让阿乐这波赶紧推完赶紧拉掉，不太安全。对，这个位置要上吗？但是艾康哥对他在也在赶上，因为上单下来了，而且瑞尔又没死，而且瑞尔那个位置好像是被那个针眼发现了。嗯，现在上半区是四个人，这把瑞尔游走的很频繁啊。哎，不过酒桶也来了，出手了，直接退，哇，这控制链应该是够了，直接被秒掉，而且酒桶也挺危险的，只要闪现夏洛斯往塔下走，沙皇反手大了一下，但这边他酒桶自己的生命很尴尬。是打到夏洛斯的人头，哎，这波扛塔扛得很完美，瑟提及时赶到了，其实他也没有什么进场空间了，塔站只能正面搭配一个辅助的 Missy， 那是没有用的。是的，两个野夫两个人轮流的扛塔，让其他人就其实没有什么伤害。是吧？哎，王迪这个瑞尔游的太频繁了呀，每次的游走都能收获东西，太频繁。炸弹人的大招也是叫了，刚才。就我看了几波，都是在厄斐琉斯有营宴，就是能把线给强推出去的时候，他开游的，其实配合的非常好。来看一下刚才这波的精彩回放，这波就是一个刚拆完眼的悲伤，转来到对艾康第一时间拉到推，配合扎克的击飞，而且扎克第二时间在开大，也是把想过来支援的沙皇给击飞了。上路抱了过来，阿乐自己，哇，阿乐就被换掉了，就自己，被动拉满的，闪现拉开悲伤，但是还是得人来 ，Q 小兵继续操作，再 Q， 小兵憋住了，打不过，操作怪来了，哇，这就是阿乐，这波说悲伤没耳。没有这个斩杀了，阿乐利用小兵的回血把悲伤的闪现甚至逼了出来。是的，哇，夸张，他这个咳血啊，刚那一口，他主要是刚才是怎么打起来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嘛，应该是呼吸哥想留人，是配合这个悲伤过来想杀阿乐，大招爆回来，但是没有想到阿乐的战斗力如此之强。他咳血了呀，他装备实际上是领先的，这个先锋刚才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放啊，这个时候只能放在中路了。查了这操作流畅，哎，这把确实 LNG 前期的这个野辅也给了他两波帮助，虽然他第一波被击杀在塔下，直接想要把这个先锋留在原地，但是这先锋、哎、W 的老出来了 ，W 的老问题了呀，先锋又是一头都没撞，对，主要这个先锋拿到了之后连续几波上那一波迎头痛击，是踢下来 QQ 一 Q。好了，是阿乐先动的手，是阿乐动的手，被打一套，爆塔里，主要这波这个 W 放的太随意了，这波正好有咳血的一个刀位，是的，就中路那一波有收到人头，然后长了一个咳血出来，哦呦，而且这边正好有个残血的近战兵，然后配合远程兵给他 Q 起来了。
哎，这一波讲到也挺关键的，这样上路的话，阿乐已经完全度过了最难受的那个时期了，形势逆转了，而且这里被拉到没有闪现，偷了个救援了，哎，悲伤在这里坐龙，哎，这条龙是成功的拿了下来。我发现 Missy 玩这种就你刚才说的那种比较非主流的辅助，都玩的就比较骚的这种，哎，比较骚的东西。我上路还要看，现在感觉胡西哥真的裂开。胡西哥这上路本来是一个优势，打成一个大裂了。是的。感觉上中野 ONG 上中野最难受、最尴尬的初期是平安度过了。嗯。而且炸弹人这边其实推塔的节奏并没有起来，十一级打九级啊，领先了两级的等级。而且上路虽然刚才我们一直说他有线权嘛，但现在你已经没有线权了。上路下再漂移走，这波操作很不错，但是被拉回来了，拿回来了。哇，及时的交出了自己的闪现。另外一边，阿乐也赶到了正面，大招给出来，反手被瑟提抱了起来，但是没有伤害了呀。两个人伤害有点不够，几个字大招没有，差了一点，不太够啊！看一下，想要完成补刀吗？不太可能啊！主要艾康这里的技能也刷好了，直接往后做了一个短的位移。不过这么一来的话，把 LNG 的状态打残，能不能顺势威胁一下中塔塔赞？这个想法，但隔着旁边，塔赞应该现在应该还有被动的，哇，超远到了，跳上拦住也吸到了。再加上打的有，所以艾奥克还是成功的逃生了。这个 TP 的位置相当的精妙，不过费留斯已经赶到战场了，三个人先围殴，先把刀妹给收掉。不过这下吸魂是吸进了塔里面，费留斯输出的位置是很安全的。又来了一个 TP， 但这个 TP 依旧在塔的范围里面。赶紧溜！刚才 Brace 踢下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好像被月的异能给拉晕了，导致枪火猎炉第一时间没交出来。那赖在这边狂风也是收到了 Brace 的人头，是这一波小的交战下来，感觉还是 LNG 小赚吧。上路一换一，那这边的话 W 可以打这个先锋，看一下这个先锋自己的状态是更好的一边，但是塔赞已经回来了，带着是满血回来的，两边上单都没踢的，对，大的要偷谁？真言看了一下，现在先锋的血量不打算放，艾康在旁边也是满血满蓝，可能会想偷撒谎或是酒桶，要被两个紧跟一下，谁的黄色方向呢？而且那边悲伤很危险，沙皇推了一下，偷了个沙皇的，沙皇的自己跑不掉了，而且悲伤用大招交上去，但直接被闪现，一发普攻，艾康拿到人头，而且这边的先锋也是被他们拿到了，然后蓝 buff 也要顺带被掠夺掉，酒桶这个位置回城，还好没有人进来看，等一下有人过来了，有人过来了，赶紧溜。艾康每次偷的这大招放的都很完美啊，是他刚才在旁边看那么久不偷酒桶，应该就是想要撒谎打伤斯，这个沙皇发育是有点差的，030的一个数据，这波好伤啊，因为你中路没有人来守，那中路的防御塔要被消耗大量的血量，不过还好有几个自爆大招帮忙清一下线，这把感觉 W 的三个 C 位发育都很差，三个 C 位现在的都被压制住了，除了悲伤这边的发育还在线，但这波的话先看之前的一个 replay， 中路真的是前仆后继啊，主要就是比一双人配合着瑞尔，主要他跳的位置正好是跳了一个闪艾克交闪的位置，然后费留斯过来之后其实是毫无威胁全力输出的，是没有人碰得到他，而且防御塔一直在帮忙输出，对，这波沙皇下来的时候其实整个局面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是这波先锋67滴血被费留斯拿下，对，你看哇勾推，这艾克这偷的大招比正版的用的还好熟练，就毕竟 iPhone 第一把用的也是沙皇嘛，老沙皇了，他沙皇。那这个局面 LG 前面的优势还挺大的呀，这个沙皇闪光发育有点差，又跳来了，还好就下来也给怼下来了，但是会被扯一下，不过无所谓，位置还算安全。但刚才我们在看 replay 的时候 ，LG 的中路一塔是被 WE 找机会给带掉的。现在感觉 LNG 的进攻还是引领着整场比赛的节奏的，但 W 这里也是稳，能稳得住。但是 W 的三 C 发育太差了。是的，这把其实 W 的野辅节奏我觉得还在线，但这个三 C 的发育非常的差。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惜，你知道什么吗？就是第一条先锋拿下来以后，没有去配合吉格斯拿一些防御塔，是对吧？而且是连低保都没有拿到。其实这个让吉格斯本来应该比较好的发育，现在变得一般。其实关键还是那一波，就是在中塔左侧逮到了悲伤那一波挺关键的，就是你的把他杀了，然后中上其实都受到蛮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又打了一波，两波打完之后找不到时候放先锋了，确实是，那个时候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对，家里放，就是那两波被迎头痛击的很痛苦。
而且现在你会发现 WE 已经无暇去顾及这个刀妹了、嗯、这个刀妹在边线发育的还挺爽，现在伤害量上面他的补刀嘛，对，现在伤害量上面是产生了落差的，然后最明显的伤害就是想过来推一下嘛，有机会、嗯、后面还是没有可以给阿乐做位移的。这把感觉色精的连续几波的阵亡挺伤的，阿乐这波其实靠的不是视野，他单纯就是嗅觉，觉得沙皇往前走很怪，是的，直接跑你看这个沙皇凭什么敢凶我，他其实是零视野，就看你动作看出来你有队友，对的，找一个零杠三的沙皇过来挺没道理的。LG 直接打这个自己方第二桥，这个小龙这把是一个火龙魂，上路直接交踢过来，但是悲伤就在旁边。不过这两个人动刀妹，不太好动的，要被方动的，而且瑞亚马上过来。瑞尔这边放了一个眼，看到人直接用 W 过墙。阿乐这两件装备就告诉你了，生人勿近，两件套加一个水银鞋。而且这一把我跟你说，艾王帝对阿乐的保护比对 Light 的要多。这把艾王帝真的是一个隐藏的 MVP， 隐藏的 MVP。他这个上路给阿乐养得很舒服。是的。第一波的野辅一直来在帮阿乐打开，第一波的扎克，后面两波的这个瑞尔，其实胡西哥这把有点被野辅给油崩了。是的，胡西哥本来前面差距挺顺的，但只能说相当顺。就那波越塔完之后，就突然就没声音了。是的，然后连续几波的阵亡，这个万豪发育特现在已经落后一个血手了。嗯，很离谱。好，这边的前锋也是在中路直接放、嗯、但是这一波的话兵线推进量其实蛮大的，吉格是有大招就撞了，但有先锋，对，其实中路大招没保住了，又偷了一个酒桶的大招防止你正面的开团，绕到侧边压头也就不掩护了，嗯，没什么必要。对，定了一下扎克，扎克这场比赛应该被动都没有打出来过吧？没有，谁扎克？其实有几波有机会动那个扎克，但是由于他有被动，你也不想打的。对，你打出被动又怎么样呢？哎，这把 W 这样一个发育打到后面的话，他的这种后期能力是不如 LG， 他没有一个 ADC 的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持续输出，沙皇的发育也很差。他持续输出只有靠什么？就是第一波打完之后看悲伤能不能开始捡魂，这才有持续输出。哎，但是悲伤一个比较好的发育在刚才几波以后现在也是对被摁下去，对，已经被摁下去了。现在这把就是 W 的三 C 发育相较于 LNG 的三 C 啊是落后的。而且我发现这两支队伍你只要 C 位拿那种中后期都还在看着这波炸回来，艾王帝有机会，但那边有一个 TP， 艾王帝没有被战男带到，米奇跟悲伤已经被秒掉，米奇也很尴尬，有伤没有定到，但是米奇这个位置感觉跑不掉了，艾王闪回来被动是带走了 Mizzy， 那他的话大龙刷新了呀，大龙二十分钟的大龙应该是可以有机会拿下来的。十三级的厄斐琉斯这波是有机会直接run的，大招更加血量消耗一下。这波呼吸哥的 TP 是没好吗 ？LG 直接动龙了，要不要看吗？感觉只有两个人有点看不了啊。这波就算过来硬打，交 TP 呼吸哥过来正面，但你始终是个三打五呀，主要没有打野，这个龙是几乎抢不到的。有什么想法的吗？沙皇是有大的，算了，看不了。艾王绕过来还想留人，但是没有看到人也就算了。真看到了 ，RNG 拿下大龙。嗯，这波打完本来应该很难很难了。是的，主要这个阵容其实打到后面确实 RNG 阵容更扎实一些。想找找他的机会，闪现被闪现躲掉了。这个闪现交的太快了，他的冲了过来，在这个位置啊被看到了。哎，但刚才那波推过去，应该还有被动，不过正面几个人清被动挺快，应该有机会杀掉。是的，他是一个闪现预判你闪现的位置，但总感觉好像要穿过去一样，对吧？对，这是一个沙皇很常规的一个操作。刚才这波瑞尔第一时间被开回来，炸回来大招加 W 往回撤。对呀、啊，大招炸回来反而让瑞尔开得很舒服。炸弹的大招哭了，也没后续的伤害了。正面这两个开人的人没勾到，算了，硬捅。战斗力明显的是有落差的。是的，哇，这把矮王的这个瑞尔，相较于昨天他的这个瑞尔的表现啊，天差地别。今天这个瑞尔太猛了。嗯，确实两波都开得非常非常好。对，今天他这瑞尔主要游起来了。其实就是一个 rush 对方上单的比赛，发现没有？三局打下来就是一个哪边上单出击舒服，上单都是口子。对，那个节奏有一点像，直接跳了吗？结果这里断一下，防御的很好。扎克，白扎克那边扎克被打成被动，开个鸟盾防不上。扎克这边有大招，大招你立了一下自己的被动，酒桶已经死掉了。塔在这边慢慢的血回了起来，投了一个破败之王的大招，这边还要上高的，有一个炮车兵。厄斐琉斯点的飞快啊，
没法子，防不住了。其实中路拆掉也可以走了，大招也没炸到人啊，炸到了 Light 吧。来，就可能就只炸到一个，炸到一个，那可以丢了。现在 W 这样一个双 APC 的阵容，很乏力，有点难玩了。但你可以发现他确实手挺长的，啊，就是在后续那个清兵上面 ，LNG 也不太愿意硬推水晶。嗯，确实手挺长，但已经赚了很多。主要他现在就是 W 这种，就是防守有余，但是进攻不足，进攻确实不足。他防守确实有两个大 A O E， 清兵能力很强。看一下，看这波，我觉得他正打的很好，在这个位置被这波扎克已经很浪了，说实话。拉回来，他直接大王左拉，但是有一个鸟盾，再加上自己大招，哎，后期可以一直在捡被动，血量是回一直捡被动。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被动还是没打出来。对，两件套的扎克，现在 W 有点出不来啊。LNG 再控到第三条的小龙，龙也要听牌了。哎，这波应该掩护一下沙皇撤退。这两个人都不一定打得过他，应该是打不太过了。刀妹都没太好，这刀妹现在太野了。嗯，这把我觉得 LNG 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个野辅啊，把这个刀妹帮起来了。而且阿乐只要你帮起来，他有操作的呀。对，他这操作那波一打二。瞬间确立了自己的一个巨大领先，所以阿乐这名选手的正确使用方式是先让他有领先对面一点，哪怕一点点的装备。对，因为从刚才的对局和这场对局来看，不论装备怎么样，他可能都是比较小操作的。就他是一个很激进的选手，很激进，很激进，进攻欲望非常强烈。对，但有的时候死的也会很多。对，所以这把的话是 LNG 把他这个进攻欲望给激发出来了，正确的使用方法是啊。这把阿乐就有点无解的。主要刀妹这种英雄又出这种战士装，嗯，你是很难快速把他击杀掉的，打不死的。今天现在没有 ADC， 你这两个 APC 有点打不动他。是的，但这段讨论我一直想到一个人，把他的名字打在弹幕上是吧？没有啦，但是我觉得其实好就好在说双方其实连续三把都是很重视上单发育到底好不好。但这一把真的是投入了所有的资源，包括说只要阿费留斯能够自己推线的时候，艾旺迪一定离开，对，一定走。就侧方面反映了现在 ADC 是多么的多么的后期。我觉得也是阿费留斯这个英雄的特性，就是他只要银焰这个枪切出来，他必能推线，哎，这个也是他的英雄特性。LNG 这边三 C 全员三件套了，阿乐的智慧默认也做了出来。现在 LNG 等一下吧，等这个大龙感觉可以再打一波大龙团，应该也是 W 可能最后的机会了。 W 现在是有点缺伤害的，说实话他现在第一波进去杀不掉人，破败之王捡不起魂，主要这个上中野他都杀不掉。对，这上中野其实讲道理都还挺肉的，中路这里直接就已经有春哥加女妖了，捡不起魂。那这把 W 的团战他后续的伤害是完全不够的。是的，看一下这里直接过来怼视野，在大龙刷新之前把视野都做好。这边是上单的装备啊，现在很难出来看啊。呼吸哥落后了3400。是的，这野夫两个人现在都探不了视野，跳上来杀到了沙皇，又被拉到了，开启了金身，这里能跑掉吗？感觉还有闪现。哎，我有一个标后面飘，想法挺好的，赖的一个狂风直接收尾。这不是这一波也守不住这个二塔了呀，而旁边刀妹已经切到了后排过来，直接要留闪现金身。虽然说躲掉了刀妹的大招，但是这边酒桶又被丢了，不要啊，这刀妹的血量现在还非常健康。满航这边放一下他的，直接跳到了后排。哦呦，这万航伤害打挺足的，但是没队友能帮他。万豪这边独木难支还是被厄斐琉斯收掉了，万豪已经带走了对方的一个中辅。不过 icon 这里好像已经被防御塔击杀了，但是不打减，这样上路的水晶是肯定能破掉的。回家以后刀妹还有个 TP， 看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想法。看起来这波一波有点难，要走一波有点难，可以拿个大拿中路水晶吧，对，等人复活打大龙团吧。对，好，绿白刀了 A 一下中路水晶，没有压力，哇 A 得很快。哦，扫了一下，那基本上大龙也刷新了，回去整备一下再拿大龙。下一波的推进，即使 WE 这边有手很长的法师们，也是清不到线了。这把 LNG 这个野辅，哦，就这个扎克是真的厉害，给的压力太足了。扎克跳了一下，然后偷来九筒的大招，好像是把这个沙皇往回炸了一下吧。反向想跑也跑不了呀。对，然后第二波跳。
然后开始一波极其夸张的越塔。那边又打起来了，扎克又是刷到了一个野火，然后直接过去想要留人，而且自己是完全不怕死的，四下跳完，好像是这样，漂亮，直接要接下路双人组，哎，和查理斯准备被这个W带走，但是这个刀妹死不掉啊，过去继续怼脸，哦，沙皇捅他还是挺快的，但是这样的话 W 已经是损失了 Mizi。LG 可以转这个大龙，是的，他的血量倒是有点低，可以先打一下蛤蟆回个血。那边这块有个针眼，但是马上就要被拆了，还是可以打龙啊，是可以打的，绿白刀也很舒适。而且塞拉斯在这里就等着你过来残血的人，就是悲伤来了，有双没有拉到，但这边的话 Breeze 直接被打了一半的血。但其实这一波他目的不是杀人啊，是为了掩护，是为了打大龙。大龙成功拿下 ，MG 29分钟破两路加大龙霸，拿到了大龙，而且30秒以后还能够拿到火龙魂，这场比赛 WE 比较难了。这个时间差的打比好难防守这个火龙魂。是的，俄菲留斯再摸一个银血，哇，俄菲留斯四件装备了。这把 WE 又被打蔫了，现在落后12000的信息了，落后的差距太大了。感觉 W 这两把其实呼吸哥的点吧，就上把其实虽然他优势很大，然后也拿下，但中期有两波不集中。哎，这一把的话主要是前期这个被抓了两波太伤了，本来前面他的优势是有的，配合悲伤越了波塔，但他连续的阵亡导致这个万豪跟这个刀妹完全打不了了。嗯，火龙魂也拿下来，再配合最后一路这个推进 WE 能挡住吗？哎呦，直接了，这有点拉到，不讲道理来了，秒掉一打五，哦，直接往后面 F 身上穿，还有一个盾，赖在这边很危险，赖在被杀掉了。香罗斯这边盾还不错，他的也是差一点血，不过 Breeze 已经没有战斗力了。香罗斯跟 Breeze 还悲伤全部都倒地，那这样的话一个一换五。没办法，这一波就是虽然 Light 被你给抓掉了，但是其他人像这个突进来如入无人之境的刀妹根本处理不了啊。对，这刀妹是真的要看上中野啊，上中野现在突击占到优势，其实他们获得比赛胜利就相对较为轻松一些。15000的一个巨大的经济差， LNG 是2-1拿下了赛点。对，那下一把呢 WE 来选边应该还是会回到红头的，然后在 BP 上继续去做优化吧。我觉得这场比赛两边都有机会。阿乐这选手真挺神，上把一个0-8吧，对，这把是杀八个，这把是带着队伍往前冲，尤其刚才下路那一波的推进，谁能想到一个刀妹就直接杀到了，把大家都逼的两级反转了，有没有？就上观众会看得更清晰。但那一波我认为是这场比赛最大的一个失误哦。悲伤那一波其实他是知道那边，因为他打了一个占卜花朵，然后那个花朵照到了那个眼睛，但是他把那个眼排了以后，他还继续卡在那个位置，因为那个位置他上路的线被推了，他已经知道对面的上路正在往中路抱团，然后那个位置是直接被隔墙的 icon 的一个强弩给弩过来以后，他一死整个节奏就变得非常的奇怪。就是我认为打 B 这个阵容中野是必定要有节奏的，没有节奏上路又是个劣势，这把你不可能指望一个炸弹人家酒桶的下路来 steal 你，对吧？对，要看看，就是我同意腿哥说，就是下一把如果 LNG 去抢这个佛爷哥，那打 B 的红色帮应该比较好展开。对，但我觉得 LNG 不一定会走到这个，就要么我感觉可能要么抢佛爷哥，要么抢厄斐琉斯。是，来看一下阿乐的刀妹8-3-8啊，最后拿到了一个把上一把的这个战绩全部 KDA 全部给打回来了。是的，就这样风格的一个选手，其实也是很迷人的，对吧？大家观众特别喜欢这种风格，就你杀的比较多，然后你真的就死起来，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可能有点节目效果。就他永远是在选择那种弹幕最多的打法，对，对吧？就反正0-8弹幕也多啊，8-3-8这弹幕也是爆炸，就是666，对吧？选手很有魅力。